之前呢個北京加油就話，之前我話拜登選舉會輸，上次啊我就話特朗普贏希拉里啦，今次點解拜登唔使輸啊？選舉舞弊啊嘛，實頭到 media 人機器啊嘛，係咪啊？冚家產，初你唔撚見特朗普嗰啲票贏㗎？屌，咁你唔講選舉舞弊，嘥鳩氣，呢個係公平嘅選舉咩？仲有最近呢個新澤西州嘅州長選舉，喺最大嗰個郡點咗100%票啦，係共和黨嘅票比對手多。咁點解過咗幾個鐘頭之後，乃點曬100%嘅票啦？最尾係變咗民主黨贏，然後拍到片，嗱有啲人禁制唔止一條片啦，要禁投共和黨嘅就不成立，投民主黨或者其他候選人就 OK。點解會有票站職員就叫啲人點完票啦？依家唔理咩身份，係咪美國人係咪選民，照可以填啲選票。喂，嗰啲片唔係造假啦！你唔講選舉舞弊，你唔講呢啲，拜登贏人條撚啊！如果你話拜登係咁多支持，點解每一次喺 YouTube 嗱 YouTube 屬於 Google 左翼，佢成日睇噶啦？點解 dislike 就一定好撚多 ，like 就好撚少？如果係冇嘅，冇選舉舞弊，咁點解連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查都唔撚得，去調查都唔得？人哋民間就自己做，你就覺得自己贏好啦，我當你哋真係贏啦。咁佢上台之後，佢做過啲咩啊？佢上台之後做咗啲咩？呢位登分仲要死拗，點解你咁撚蠢噶？你蠢就捐翻落你阿媽個閪窿入邊，唔好喺度獻世，明唔明白？好撚簡單，捐翻落你阿媽個閪窿入邊，唔好獻世啊！聽唔聽到？好，我哋繼續。